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让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陈志涵主任、蓝萱小姐、王宏伟委员、张志伦委员、唐江龙先生。那我们看到中俄建交75年的这个时候呢，普丁第二次去访问中国大陆，最近这一年里面第二次来，七个月里面第二次，习近平呢超高规格的来欢迎他，那有小规模的这个会谈，然后有阅兵，还有小朋友，然后呢举彩带彩球蹦蹦跳跳欢迎，习爷爷你来了。那另外呢，中俄关系呢到底怎么样？专家说普丁连任第五届，一访问就是北京第一次，所以习近平不见得会给他要的东西，不一定啊。那另外呢，这是新的国防部长经济学家也跟着他一起去啊。那外国媒体说他们会拿台湾当筹码，就是说俄罗斯要支持世界就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甚至呢在台海举行联合演习向中国讨资源，然后呢对付乌克兰那不见得会一定要什么这个完整的武器，可能要一些无人机的零件啊等等啊，帮俄罗斯呢去制造无人舰等等特别在 AI 能源领域要密切合作。那说呢，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那另外呢，普丁需要北京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救命所他说呢，这个他们现在2023年中俄的贸易破2400亿美元，比乌俄战争之前呢增加60%以上中国占俄国出口的30%，进口的40%。他们就举例说，现在俄国去年卖的100万辆汽车里面，超过一半是中国制造的那不像以前很多欧洲去的车。那另外呢，这个进口车前排名前六名就包括小米、德卡诺手机啦，小米跟德卡诺取代了苹果跟三星。然后呢，进口车前六名都是中国车，没有欧洲车，欧洲车好像也不卖，也杯葛，连麦当劳都迁走了嘛那另外呢，新的国防部长说，俄乌战争有新的作战方式，我并没有规划大规模的动员，但是他说呢，美军一直有新的武器，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的应付他们的新武器而且呢，他说呢，敌人就乌克兰在迅速的学习用新的武器，所以呢，我们也要抢在他们之前。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前，北京街头处处可见俄罗斯国旗飘扬，同时天安门周边已加强安检，地铁出口也临时封闭，严格管制。普京专机16号上午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现场铺设红地毯，还有仪仗队礼宾列阵欢迎，接待高规格。北京人民大会堂前举办盛大欢迎仪式，普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校阅部队，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闭门会谈。接下来，普京也将与习近平共同出席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晚会，并与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经贸文化合作。普京行前接受大陆官媒新华社采访时强调，中俄经贸快速发展，2019年双边贸易额1100亿美元。去年暴增至2278亿美元，而且两国之间的企业超过90%都以卢布结算，显见两边的关系坚定不可动摇。中俄互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We find it unacceptable t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are helping Putin wage this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f China purports to want good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it cannot continue to fuel the biggest threat to European security right now. 外界预料，普京此行将与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并深化能源经贸往来。美国白宫最新回应表示，大陆企业帮助普京壮大军务让人无法接受，普京访中后续效应有待观察。好，那么去年白宫说普丁输了，说呢乌克兰呢在春季产这个要开始这个反攻乌克兰会赢。那时候外国媒体一知道乌克兰今天赢了，明天赢了，每天都推进多少，赢了多少，后来就无声无息了。
显然这个并没有真的反攻成功哈。那现在呢，因为马上600多亿美金的这个援助，大概在7月就会到了。那会不会因此呢，就把俄罗斯呢这个逆转整个战事啊？那美国的白宫现在的专家呢不敢讲哦，说现在都不敢评论到底会怎么样哈。那另外呢，普丁说哦，中国曾经提出来希望和平解决俄乌战争哦，他们呢基本上也是同意的啊。那到底怎么样？习近平真的有可能调停吗？来，向龙。两个人，中俄两国之间，我觉得他的紧密合作是因为高度的互补，高度的相互需要。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今天需要的东西，中国通通有。只要他跟中国做好关系，俄罗斯有机会什么都不缺，包括他的能源的市场，那是中国高度需要的。那普丁这次访问，当我们刚刚看到所谓的高规格，那都是新闻用语。我估计这两个人看到那个场面烦都烦死了，因为光是他们两个人在位期间，这个场面已经演过20几次了。你会新鲜感吗？不会嘛，每天都还要走红毯，然后一样一大堆的礼宾，然后20样礼拜，听都听烦了，赶快就做定位谈事情就好。他们已经演过20几次了，他们两个人平均一年，过去10年平均一年见4次面。平均每一年都会有1到2次的国事访问，烦不烦啊？我讲那个呢，烦跟乳结是很讨厌，所以不是看那个表面，而是说，普京这一次他5月7号他的新任期开始，5月9号他的卫国战争与训练，5月11号他换了他的内阁，内阁换完之后呢，4天之后他带着他的新内阁呢到北京，他几乎带着他的半个内阁，大家看到他的新的国防部长，可他的老的国防部长也来啊。换句话说呢，绍伊古也来了，新的呢，新的贝洛索夫也来了。那这是换国防部长干嘛？换国防部长其实换一个文人的国防部长，我认为他给西方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就是俄乌战争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他已经在为他的战后经济做准备。普丁这次到亚洲跟过去非常的不同，我认为不是只关注中俄关系，而是亚洲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俄罗斯正在做剧烈的改变。俄乌战争呢，让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欧洲国家，它的波罗的海已经没有出海的机会，它的黑海也没有出海的机会。过去俄罗斯是因为有波罗的海有黑海，所以他一直以为他自己是欧洲国家。可是今天这两个海都被封锁，将来也不会为它打开，因为都周围全都是北约国家了，它在往东走。我普丁丢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亚洲优先，将来的俄罗斯亚洲优先，他会看重亚洲比看重欧洲，他把他的未来的希望放在亚洲，而不是放欧洲。在欧洲，俄罗斯不会有什么新希望了，所以他在亚洲所有的动作跟谈话，每个人都要注意。不管是日本要注意，朝鲜要注意，中国当然也会注意，最重要是台湾要注意。普丁一定会有针对台湾越来越多的表述，对远东的每件事情，俄罗斯都会有意见。过去俄罗斯啊，平均2年左右才会有一次针对远东议题的讲话，大部分呢都是跟朝鲜、跟日本有关的。普丁有很长的时间，俄罗斯有很长的时间是不谈台湾，他就没有必要谈那个，跟我太遥远了，我的国力放不到那台湾海峡。可是当他以亚洲优先回到亚洲的时候，台湾就要注意了。普丁接下去呢，对于台海，对于东海，对南海，他都会有很多的意见。毕竟在中国的周围，他还是有几个好朋友，他有蒙古，他有朝鲜，他有印度，还有越南。这几个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好，那我们看这次呢，普丁的到访，我觉得台商可以留意，普丁跟习近平在看东北。东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1979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最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东北发展最好，因为那是重工业区。可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就生锈了，它成了中国的铁锈区，成为中国整个发展当中落后中国大盘的区域。可是普丁来了，普丁这次除了到北京之外呢，他到哈尔滨。到哈尔滨怎么样？你仔细看了各个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关系不太好的呢，就会呢去游山玩水，譬如说马克龙啦，譬如说呢谁谁谁啦，他可能就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走一走。普丁可没有，普丁上来呢，中俄两国之间交往都是直来直往的。习近平呢去俄罗斯就只去莫斯科，普丁呢到中国就只到北京，可是普京这一次呢去哈尔滨。
去哈尔滨跟东北有关，东北要开门了。当普丁要往西边要往亚洲看的时候，波他的西伯利亚要开门了，东北呢要开门了，东北接下去的势头会跟过去非常不一样。这在大陆呢有任何投资有利益着陆的，不要光看什么上海啊，什么深圳啊，看哪里，看四川，看看东北，我认为东北的机会来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未来呢都可能在那个地方。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今天看到的中俄关系里面，所有周围的国家看到中俄之间呢高度紧密的相连，俄罗斯已经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了。25%的中国的能源是从俄罗斯进来的。你看到它的西伯利亚的二号的力量，一条呢就可以呢抵一条北西管管线了。这条管线如果开了之后，不只是中国跟俄罗斯，连蒙古都串在里面了。将来台湾在亚洲面对的，你以为只有美国跟日本在挺你，中国在单独面对吗？没有，俄罗斯来了。小黄伟，现在主要就是说，当时美国认为，发动了俄乌战争可以拖垮俄罗斯啊、一个就是降低它的国力，然后会打击它的经济。可是呢，最近呢，俄罗斯公布了一些它的经济数字，它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2.8%。它去年的是3.6%，而且它的 GDP 的表现已经回到这个俄乌战争之前。那所以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集体的对它的抵制和制裁，然后它的经济崩溃，它没有崩溃。好，所以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普丁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普丁他当选之后，就职之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当然习近平他就职之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也是俄罗斯。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西方世界对中俄的制裁之下，使得中俄之间他们更加的紧密，而这些的紧密也会使得西方国家继续的对这个中国施加压力，说啊，你不能对俄罗斯不管是武器啦或经济上给他援助。可是如果你看一些相关的数据，刚刚没有错，就是中俄之间的不管是出口进口都是每年都在成长，而且那个成长的数字非常非常的多。那刚刚比如讲到汽车，像这个中国因为它的汽车被西方世界国家，我们待会儿提到，那美国现在要对它继续的大幅提高利率，所以呢它另外的一个市场就是俄罗斯。它去年就是销往俄罗斯的这个汽车大概将近100万辆，然后呢俄罗斯因为它的天然气输不出去，它的能源输不出去，它就大量的把它的低价的天然气卖给中国。所以在现在的一个世界经济趋势之下，中俄之间他们在经济上的是异常的紧密。那可是在政治上，我会觉得除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画面之外，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习近平访问了欧洲，而那个时候呢，事实上是普丁的就职的时候，所以普丁就职的时候习近平没有去哦。很多还在亲近俄罗斯的国家的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都直接的去祝贺，有的人派特使，可是中国没有去，习近平没有去，习近平反而去访问欧洲。我觉得这个某一个程度也是他们在面临就是俄罗斯跟整个的欧洲之间仍然是相当对立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中国习近平也是非常的谨慎的在处理这样的关系。那可是我觉得在这一点来看的话，至少就是说原来哦，美国打的算盘就是说他是不是利用抵制、利用制裁、利用抗中、利用抗俄的方式能够拖垮两国的经济或者拖垮两国的国力。至少在俄乌战争，我们刚刚讲你看到的是俄罗斯并没有被拖垮，那是反而使得他们两个更加的紧密。那或许这样的结果根本不如原来这个美国之间的他们的如意算盘了。好吧，这个打一个战争啊，让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新总理中枪命危啊、因为呢，这个总理呢是支持俄罗斯的，你看啊、武枪啊、而且打不是以前我们常常看到美国17岁18打人，这是71岁的一个作家啊、还拿枪连打五枪哈、所以呢，这次这个斯洛伐克的现任总理叫费科啊、59岁，他把普丁当成是英雄，当成偶像啊，结果呢就造成啊，现在斯洛伐克里面也分两，现在整个世界都两极化，在美国
移民反移民，支持拜登的支持川普的，哦，在这个欧洲呢，经常也是哈，这个支持俄罗斯反对俄罗斯，当然反对俄罗斯比较多了，但他很特别，他支持俄罗斯，砰砰砰砰砰，五枪。